啊，听你的。嗯。美羊。这么巧，刚好碰到你了，在这把钱还给你吧，省着再去找你。我说了，我不着急用钱。拿着吧。张总监有钱了，准备怎么和女朋友庆祝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走，走吧。想看电影吗？还是先去吃饭？都可以啊，听你的。走吧。你刚说看电影，看什么？嗯，现在有什么电影在上映啊？你喜欢看哪种片子啊？文艺片呢？哎，之前那个路边的野餐他们说很不错，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？红星，怎么了？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电影就算了吧。你累了？没关系，那不去看电影好了。我查过了，你公司附近有个牛排馆特别好吃，我们去那儿吧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改天吧。我先走了。张红星，真是混蛋！
怎么会来？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有句话，很早之前就想跟你说了。其实之前有个机会，但是那个时候你的状况不好。其实在微信上跟你聊天的一直都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是彤彤。我应该想到的。对不起，我也要代替彤彤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知道我们父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人，我们绝对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交往的方式。只是，我了解，我知道。彤彤真的很喜欢你，我对于我们两个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没关系，真的，没事，是我自己误会。张无心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姜老师，开门啊！你找谁呀？啊，我找江慧，在呢。搬走了？搬走了？他不是刚搬进来吗？我这还纳闷呢，这才住了几天，就给我打电话说不住了，押金、新买的家具都不要了。那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？哎呦，这我可真不知道。他只说钥匙在屋里，让我来拿。我这还没看见人呢。哎，喂，张老师啊，门口有人找你啊。谁找我？一个叫张彤的女同学。
人说是你班的。那个，麻烦你告诉他我不在，谢谢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江慧，现在方便和你见一面吗？好，那我等你。你来了，你好，走。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是这样的，很抱歉啊，那么唐突把你叫出来。我是想在临走之前把想说的话跟你说一下。你要走了？嗯。跟他一起？哦，不是，是我一个人，他不知道。我想给自己休个长假，出去走走看看。我真的很喜欢张红星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男人像他那么聪明、睿智，还很幽默。所以，即便我知道他心里有你，可我以为只要我真心对他，他就能够重新开始一段感情啊。可是没想到我错了。那天我看到你在车里哭，我才意识到在爱情里面它真的是分先后的。
在张红星的感情里，我知道了，他的爱情就是属于你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所以我想向你道歉，如果这段时间让你误会，伤害到你，我很抱歉。我和张红星真的没有什么，一切都是个误会，是我一厢情愿。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他。我很谢谢他，他给了我一个梦。现在梦醒了，我也该退出了。我想说的就是这些，你不要误会他。我说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焦老师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江老师，你那么漂亮，肯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，比他更优秀。拜拜。老师，您知道江老师去哪儿了吗？江老师他辞职离开了。辞职了？他怎么没跟我们说呀？哎，你是他们班同学是吧？这个是他让我转交给一个叫张彤的同学，你能给他一下吗？行，谢谢老师。客气。彤彤，很高兴能认识你，并跟你成为了亲如母女的好姐妹。这段时间呢，谢谢你一直陪伴在雷神的身边，为他操碎了心。他让我替他跟你说一声谢谢，这个徒弟啊，没白收。由于一些个人的原因，我要暂时离开了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，养好身体。小小年纪就得了胃病，以后可怎么办呢？你要记得每天都要背诵古诗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丁阳，别总是张冠李戴的闹笑话。还有你要听话，不要任性，别老跟你爸爸怄气，要理解他，他很爱你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，那就是不能和你以及我可爱的学生们当面道别了。我可不想在你们面前流眼泪，那我辛辛苦苦树立的犀利女魔头形象岂不荡然无存了？箱子里的东西呢，都是我之前没收的，请你帮我还给大家吧，再替我向同学们道一声珍重。谢谢你们的陪伴，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我很快乐，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会默默地为你们祝福。走了，彤彤，不要掉眼泪哦。你这个多愁善感、外冷内热的小人精，我会想你的。拜拜。
红心，对不起啊。我知道出这么多问题，其实都在我。江慧找我说这是个误会以后，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引起的，我特别对不起你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对这份感情太没有信心了，这些都是我引起的。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压力好大。压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离过一次婚，我还带着一个孩子。我觉得我条件不好，你那么优秀，在你身边肯定有很多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我们俩在一起，我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，都是你在帮我，可是我什么都为你做不了，这对你太不公平了。其实我真的很怕失去你。美阳，你错了。离了婚怎么样？我也离了婚了，我也带着一个孩子。这样的状况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已经清楚的。你说付出，从我到 PH 的第一天，你没少为我付出过。虽然你总是开玩笑，你说你有拿佣金，但是我都清楚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。我只是希望，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不管任何事情，我们可以一块去面对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子。当我想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暖的。我真的很希望我也能做到，让你跟我有一样的感受。不过，当你出现在搏击俱乐部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惊讶。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？你在。你的领导维卡是我的闺蜜，上官呢又是我的粉丝，所以你的一切行踪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哇，你的心机这么重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逃出你的手掌心啊？嗯，后悔没有？特别后悔。嗯，特别后悔没有早点遇到你。今天学校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你关阿姨呢？现在在排队买游乐场的门票。我们今天带穆迪一块去。我不去。哎，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姜老师都走了，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？你还有心思跟那个女人出去玩？要不是因为他，姜老师就不会走。姜老师的事情。不是那么容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？我就说你妈怎么了？彤彤，要不因为她姜老师不会走，我恨她。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。不可以动手，知道吗？啊！哎，彤彤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就这样。彤彤。
踢到你哪儿了？你们怎么样？啊，先上车吧，来。彤彤啊，奶奶，姜老师他走了。啊，彤彤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爸没来学校接你吗？我爸他跟关美阳在一起，他不要我了，我要回美国去，我不在这待着了。彤彤，胡说什么？别急啊，奶奶爱你，奶奶关心你啊，谁要欺负你啊，我就跟他没完。你等着啊。奶奶马上来接你啊。目的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已经，别担心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彤彤的反应会这么激烈。别那么着急嘛，姜老师对彤彤那么好，对彤彤来说像妈妈一样，那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，能明白。我这边没什么事了，你去看看彤彤怎么样。谢谢。张无心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许再伤彤彤的心，赶紧到学校把她接回来。你要再伤她的心，你就不是我的儿子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郑红的家长，请问你今天有看到他吗？没有。啊，今天没见到他。谢谢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郑红爸爸，请问你们有看到他吗？没有。谢谢啊。喂。我马上来。彤彤，哎，你小点声。他们睡了没有？彤彤，别喊了，就在上面跟丁阳玩的挺好的，你就让他在我这住两天行吗？那怎么行啊？那怎么你现在上去有把握把他带走吗？上去再吵一架？呀，啊，缓缓，给大家点空间，小孩嘛，过两天就过去了。会不会太麻烦你？麻烦什么？跟丁阳一块儿多好。那行吧。谢谢你啊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赶紧回去吧，着急上火的。行，我回去跟我妈说一下。哎，我送你。妈，找到彤彤了，您放心，他在老丁家呢，他在那儿定要陪他玩，没事儿。啊，你看你这个爹，怎么挡的？是，我把他宠坏了。是我把你宠坏了。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？放着好好的人不过，非得跟关美阳在一起。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啊，你一次两次三次，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。
看你心神不宁的，有什么心事是吧？我真的觉得，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。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债，结果现在一下伤了两个女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段总，你教教我，以你丰富的人生阅历，给我指导指导。你这个问题啊，你说要是我再年轻个二十岁的话，咱们俩还可以互相切磋一下。这问题可能是我来问你。不行喽，我的战场是在商场上，不是在情场上。这问题我帮不上你啊，我想以你的智慧你过得去的啊。这么说你跟拍拍和好了啊？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儿。他对我的好呢，我都记在心里了，我也都明白。我觉得最起码应该给我们俩彼此一个机会，这样对对方都公平一点，对吧？你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在我看来，你们俩真的很合适。呀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的事儿？我什么事儿啊？ EAG 呀，你看你休假一个月了，行与不行总要告诉我吧。哎，陆明那个 case 我会给你做备份的。哦，陆明啊，我跟他谈过，上次相亲那个联谊会我跟他碰见了。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，等我决定了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您好，朱小姐，这六年的快递鲜花是陆总送来的。谢谢啊。哇，看这意思可不是光邀请你工作啊。干嘛，我也渴望爱情啊。不过感情和工作我是不会混为一谈的。美卡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关于陆明啊？反正如果从 business 角度呢，我肯定是希望你去他那工作的，我能挣到钱嘛，对吧？但作为咱们俩感情来说，我是觉得，你说你跟他，接触时间也不长，可能要多了解一点吧。万一要有什么小问题呢？小问题？谁没点小问题啊？我又不是要找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，现在就先处处看吧。嗯，大家都觉得相处得很舒服就 OK 了，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。行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不说别的了。哎，别别，咱们俩是闺蜜，当然得无话不谈了。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当 CEO， 总是得板出一副领导的样子，搞得我对自己的认知都改变了。哎，说到工作的事儿，我给你透个底啊。PAG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说法，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了 PAG， 奋斗到 CEO 这个位置也算是到头了。我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，这个 CEO 以后让谁来当？你临走的时候不是把工作交给蕾蕾了吗？哎呀，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。就 PAG 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 ，Purple、Lily、Tom 就不用说了，处事圆滑，眼界不宽。Purple 呢，工作能力是很强，可他在管理和处事方面是有方法问题的。
CEO 这个职位得把控全局。派派到公司的时间太短了，这么短的时间难以服众。莉莉嘛，人是很聪明，八面玲珑。可是她的为人有瑕疵，这点我非常清楚。如果没人约束她，是会出事儿的。可以呀，你分析得够全面的。我在 PAG 这么多年了，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长，我对公司当然是有感情的。明白。不是当着你的面说哈，这三个人，我还是更倾向于派派。可惜呢，我现在说话也不太管用了，我这个前任 CEO 只能是建议一下，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公司总部那边。挺美的啊。嗯。喂，我刚回国，怎么了？我不回来能怎么办呢？我在那待着我也还不上钱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跑的。等我赚到钱，就把欠银行的都还了。你现在身上不仅仅是信用卡透支不还的官司了。What else? David 已经起诉你了，告你恶意侵占了他的财产。The bastard! 当时我去申请开户的时候，他是同意的。赚了钱的时候，他还让我加仓买入呢，现在怎么能这样啊？我不交这个钱，不交盈亏差价是要被强制平仓的。我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啊！安吉丽娜，这事儿你不能怪别人。要不然这样，你跟戴维好好说说，让他还还行吗？让戴维和银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以后每个月还10%加上利息，一年之内还完。All right, I'll try it. But you better do what you say, otherwise I can't help you anymore. 老流氓！哎呀，谢谢你啊！我呢，最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。能不能就别让我参加选拔赛了？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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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绝对不行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参赛的学员选拔完全是按照国家队的标准。谁也不能走后门。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，这次比赛你就别上了。哎呀，那行吧，我这就过来。哎呦，几十年都不变。旁人的骄傲，谁也不动摇。这一句是我想。